欢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，我是主持人安娜琳。说到各位玩家最期待的韩国游戏，一定就非《黑色沙漠》莫属啦。等待许久，终于要在台湾展开精英封测喽！究竟这一款《黑色沙漠》是什么样的来头呢？赶快一起来瞧瞧吧！由韩国研发团队 Polobas 打造的《黑色沙漠》是款 MMORPG 类型的 PC 游戏，采用自主研发引擎打造写实的奇幻游戏世界。游戏具备无锁定模式的战斗与攻城略地的大规模城战，同时结合包括贸易、采集、钓鱼、烹饪、狩猎等生活化趣味内容。自韩国推出以来，一直受到许多玩家关注。这次 Polobas 宣布将于12月15日起，针对繁体中文版展开精英封测。官方抢先揭露精英封测开放内容，同时也曝光游戏实际游玩画面。黑色沙漠这次采用买断制作为进入游戏的机制，并吸收了全国各地的营运数据，提供最优质的游戏环境给广大的台湾玩家。